第三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，红地毡上星光熠熠，各个演艺界名人艺人盛装打扮陆续到场，分别有张家辉、关咏荷、谢霆锋、张柏芝、薛凯琪、周润发同埋发嫂刘嘉玲、曾志伟、周秀娜、Angelababy、杜宇航、陈嘉焕、廖启智。究竟今晚各个奖项花落谁家呢？记住黐实我哋 ONTV 啦！